爱科学里面，依赖是一种慢性病。大家都会对我有误解，说我很依赖我爸妈，我爸妈什么事情都是叫我去处理。他们依赖你，全家都很依赖我，从我老公到我小孩，进家门第一件事就是妈妈嘞。那有天鞋子脏，我说那我帮你洗。他说你现在干嘛洗？鞋子湿了怎么洗？他不傻不笨，他会这样子。